说点什么呢？说点实事儿，真实的小故事。说谁呢？说刘老师的实事。我的，来说一个电视台不让我播的实事。三俗的实事，我就喜欢这个，我就喜欢三俗。师傅快把你清门了。刘老师了不起，说相声、说学逗唱、普通功课全都熟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最大的爱好喜欢唱歌，声乐，但是由于先天的条件不好，唱不了歌了，都不行。哎，但是人家不放弃，把这方面的爱好建立在别的方面。我干嘛？建立在放屁上。一上一下，那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早上起来四点他就开火了，真的啊！再有这么好的口技，学点别的。因为这个他媳妇儿必须起比他起得早，是要比他起得晚麻烦了，用不了五分钟这屋里边辣眼找不着门，臭屁股太屁塞牙那么臭，窝窝屁呼口那么臭，电线屁臭一溜，蛤蟆屁臭一坑，要胀的屁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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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胀的屁出溜出气出溜出气，二分钱羊杂子你还有点堵，深山老林你还跑吉普，村大有牛叫唤水屁带嘟噜的，那那是屁啊，勾点芡就是屎啊。刘毅安子做饭吧，导演先把大声头放出来。啊，做饭吧，导演先把大声头放出来。太好了，天天的还有样。昨天一天，他媳妇儿起来了，上厨房做早点。北京的小吃卤煮火烧，吃这个就是猪的下巴、肠子呀、肝啊、肚啊什么的，哎，一块肺，一块肚，哎。他那还没开火呢，进门一看这盆里有猪大肠，怎么切？我在身后，吓一跳，别切太多，一点儿就不点儿切了，一直放一盆，一盆的猪肠，倒出来一个。掀开了被子，搁身后头缠好了，盖上被子，关上门，刚关上门，里边开火了，吃吧，十分钟战火硝烟平，刘先生脸色苍白，飞一般就出来，唰进了厕所，咣当就把门关上了。过了十分钟，一身轻松出来，媳妇儿，你说那事终于发生了，我没关系，我又给塞回去了。